超过温柔到我分手。那这是我第一次开声音录 Love Life 这个游戏，那这样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讲一下。点开公告，在这方面有一个重要，你们自己看一下，也就是繁体字版本的内容将会消失，韩文也会，那以后就只会有英文了。好，时间改成日本时间，那日本时间就是比台湾快一个小时。那在那个建议游戏的环境之下，就是你的 iOS 或 Android 版本，对，以后就没有繁体字版本了。然后以后排名跟配对，就是例如说我们现在有个活动嘛，那就是跟日服一起排的，也就是可能把国际服跟日服混在一起，然后只保留英文，那应该也是会有日文，英文跟日文，对，可能是国际服玩的人太少了，现在。大概活唱这个活动也就只有几万个人玩了，玩的人真的很少很多。那这个游戏很久了。那其他部分就是一个移转的状况。那你要把自己的游戏 ID 学员偶像系 ID 要先记好。然后这边就是要。注意的事项，要注在三月中要做操作。那看完了可以暂停，不要删除目前的游戏。如果你还要玩的话，如果你不没有中文就不玩，那就删。不要犹豫，删吧，这个游戏快八局了。8GB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，喜欢的观众们帮我按订阅一下，拜拜。